faster. I wanna be a good boy, wanna be a gangster. Cause she can be the guilty and I to be the monster. I love it in this morning, all just for a slight face. I wanna touch your body, so misty electric. I know you're scared of me, you say that I'm the sentry. I'm crying on my teeth, see on that, but deep or fat. I wanna make you hungry, then I wanna eat ya. I wanna get your face like yours.有听刚刚那一首吗？
这一次其实出了录音室版本，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很喜欢这首歌曲，于是呢就出了一首录音室的版本，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其实为什么会选择出一个录音室版本，也是因为现场的话，据我个人觉得现场可能会有现场感，但是很多的歌曲细节和音色处理还有一些巴拉巴拉的东西是听不到的，所以呢所以录音室版本就会比较清晰，然后我们在编曲上面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场的魅力，也可以感受到录音室的魅力。那今天的现场大家喜欢吗？喜欢就好，因为原唱的音色其实是男生的音色，是我没有音色，我就只能是在自己原有的音色上面做一些处理。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因为会跟我原来的音色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会距离很远，所以可能在嗓子的使用上，我第二天就感觉就像扁桃体发炎了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重复的录，因为我们录音室版本跟现场不一样，现场我们就只需要唱一次就好了，但录音室需要唱很多次，需要用一个左耳，需要录一个右耳，还有一个指令。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跟大家分享我录音时候的快乐，不是让你们觉得我很辛苦。不辛苦，我脚掉了。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那种比较很沙哑的声音，他们说要给他们，但是等一下，给你们可以，但是这个是尖的，我扔的时候。你们不要就是推他好吗？哦，不能扔，我已经扔出去一个了，怎么办？我撤回。那我们就得去卸掉我的装备。等一下哈。
店的鞋店，这是鞋店，咣咣，我感觉这是四零鞋啊，真是，怎么这么大的鞋？鞋也要？你们为什么？你们土匪吗？为什么什么都要？我刚才忘了个事情，因为我唱完那首歌，我就光想着跟你们聊天了，忘了个事情，我拿手机了，我拿手机干嘛呀？那你为什么拿手机？语言小课堂开课了。我想跟大家合拍一段视频啊，我们现在演习一遍啊，这个是给大家讲解一下预言呢，顾名思义就是我本人，大家呢就是你们，所以呢我唱黑色的字，你们唱黄色的字，好吗？那我们知道怎么读吗？我唱 I wanna be a slave, I wanna be a I wanna make your heart beat I wanna be a good boy, I wanna be a Cause you can be the beauty 怎么这么厉害？你们知道我这一趴留了多少时间吗？我留了10分钟。我跟那个工作人员蕊的时候，我说这趴要留多久比较合适呢？工作人员说20分钟吧。我说啊，不用吧，10分钟就够了吧。然后结果没想到你们两分钟就完事了。我都听见了，还说不会，没关系，我们可以多拍几遍。不错，我找找角度。我看怎么能都拍一点。韩少，韩少，快点，红着，给我红着，对对对，韩少，快点，我这也可以，我可以先从这边，然后晃到这边，有一个运镜，我要运镜了。I wanna be a slave, I wanna be a I wanna make your heart beat I wanna be a good boy, I wanna be a Cause you can be the beauty I wanna be a slave, I wanna be a I wanna make your heart beat right I wanna be a good boy, I wanna be a Cause you can be the beauty and I
wow. Yeah. She can be the beauty and I could be the monster. Wow. 不是。 She can be the beauty and I could be the... Wow. 碰一拍，我们不要碰一拍好不好？ 来再来一遍。 也不会觉得我们很，你们知道我拍视频都会拍很久是吧？好，再来一遍，一二三， I wanna be a slave. 哎，我唱错了，你们对，别管我，我再来一遍，一二三， I wanna be a slave, I wanna be a, I wanna make you heartbeat. I wanna be a good boy, wanna be a, cause you can be the beauty and I. Thank you.
今天六点多起，我就睡了四个小时。我前天睡了五个小时。所以我就有点脑子里差点忘词，给我吓死！忘词也没事，我会忘词。你真的是厉害，别的厉害。你们哦，忘了你们可以唱哦，那我下次忘词我就身高叫声发巨人在倒塌，怎么记得比我的手，我自愧不如。那我们就要进入下面的环节，下面的环节是唱歌，我是结婚。Thank you.
下次的钟声，多少次的淋雨，装着情话题，举起我对你 something happens every day。你看看我世界快改变，有时忘记昨天是否过今天，有时不忘记我是否无缘。生命如醉，你不需要抱歉。全屏的录到的朋友可以看一看队形，因为我跟老师在队形，然后上面加了很多不一样的故事。那就有人看到红的队形吗？有。好了，我发给你。你看这个时候老师才到你清理地吧。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你拿着工具在那拖来拖去是做什么？我会 cue 你的，好吗？我们请老师们清理一下地板，好吗？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就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曲是什么歌曲呢？Thank you.
家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哎，你说我在这坐一会儿，是不是也是合理的？我就是边唱歌，我就边流汗，我感觉我像蒸桑拿一样在这儿，肯定是因为大家的热情。我快冷死了，我感觉。我真的特别冷，现在我感觉我一会儿就要感冒了。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自律？怎么了？我就双子座，我就是比较善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吧？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好早之前的一个翻唱歌曲，然后这首歌翻唱其实也是比较人多听到的一首歌。突然宕机，我怎么总是这个样子？突然不知道在说什么。这次还是保留了纯钢琴的伴奏，因为相对于原版的伴奏，我的声音会更适合纯钢琴的伴奏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呢？这样可以。我觉得这样对于我来说会有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每次的翻唱 cover 几乎都是，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钢琴，要不然就是吉他，反正几乎都是纯伴奏，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讲述的可能性吧。这次我自己准备的小沙发，还有我小床头柜和有电话。这电话很可爱吗？这个是我花25元子买的。这是假的，怪不得这么便宜。这个20，然后这个是40多，这个是。勤俭持家一点，我真服了。我还没说完呢，跟你们分享我的小床头柜，这个是能打开的，能打开还可以用的。这个是100多，这个就是最贵的了。这个是我记得160元，我找的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样子都一样，反正我。只有舞台表演的时候才能做，第一次在舞台上坐在沙发上唱歌，以前有坐过什么高脚凳啊之类的，但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舒服的沙发，就是头一次。那我们下次，我们下一首就是 Black Tea， 也坐在这里怎么样？倒计就立不上了，骗你们，怎么可能，真是怪我老师失业了，我做的这么明。好了，我们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帮我们撤一下这个沙发。Yeah.
Yeah.
你们怎么比我知道的都清楚？三五，在这儿，我发现每一次都。
王新超，王新超，我先看看这是哪个啊？还是跳完我整个人都不好，就是胯骨轴子特别疼。
因为这首歌真的，它真的很扭，它就是又是触及到了我未涉及的。你把你手机关了。动作，所以当时我就是感觉我坐着也疼，躺着也疼，站着也疼，我怎么着都疼。我就那段时间一直在贴膏药，浑身都散发着膏药的气息。但是，大家很喜欢这首歌，我就很开心。没关系，胯骨抽筋疼也没关系，所以又这首歌又返场啦，哈哈。也是想有一个不一样感觉的舞台，因为原来是唱歌嘛，然后我是哪一趴来着，然后呢这一次可以自己诠释不一样的整首歌，会感觉唱腔也会比原来更自由一些。大家喜欢这个版本吗？后面的朋友不喜欢，其实刚刚我们为什么都是前面的号码呢？因为都是 VIP 的朋友，所以才会都是前面的号码。该不会后面的朋友以为前面的人做手脚的吧？其实不是的，只是两个环节而已。我们现在的这个环节就要抽后面的朋友了。前面的朋友，你们就不要抱太大希望了，因为根本就没有你们。好啦，那我们就由请老师上一下我们的抽奖箱吧。那我来看看。真无语，你们都是一家人，为什么就是不能互相关爱呢？我们一家人怎么能说不期待呢？我们要为后面的朋友高兴，是不是？太有意思了，高兴不了一点。七、二、五，又有你们的事儿，你们在这儿抢戏，是不是？七、二、五也有你们。没有看见，在这儿嘞！哦，这是你吗？嗯，这位是谁？在这儿嘞！最后一位喽。七、五、零，你看看这两对朋友多重在参与啊！悲伤好吗？没挣到的朋友也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期请柬。好了，那我先下去一下哈，我不是去换衣服，我是要让老师脱下去，因为刚才 R&B 欧奈吹着泡泡，会滑倒。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send me roses without it. I feel really helpless. If I voice them off, there is no way. Thank you.
我们现在要一起下一首歌了。那我们这首歌开始了，什么歌呢？放出我的背包。想看着主人脸，还是流泪的双眼。
结束，我们现在就到大合影的环节喽。我们可以举起手中的应援棒，然后我们进入合影环节。人呢？不去拍照吗？干啥呢？又在做小三？可能他想让我跟你们多待一会儿。Yeah.
Yes.